要会再涨停。太贵了，去外面买就没那么贵。一般超过三十哦，30块左右就好了，然后五块，2块也可以。对，来住宿可以骑脚踏车哈。那这边买一个啊，那个双麒麟啊，有啊，里面有双麒麟啊，对啊，太贵啊，太贵，多少？60块，50哦，60。这里出去啊，斑马线啊，我们刚从这边出进来的、啊。我们办那个音乐会就更满了哈、哦。嗯，凤寮海洋音乐节，要下个月来。下个月再来一次哦，来看海洋音乐会啊，那就要隔夜了，在车内睡觉。你躺在车上睡觉？因为我们车子可以睡啊。哦。准备一些睡的东西啊。昨天那些星期六晚上就要来。那星期六你下班来到这里都11点了、啊，都回家都停了、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人会来了，所以那个没有人就要停车，没有了。5点之后，五点了就无啊。脚踏车道哈，停车100了，我们停路边还付钱100。100块总比那个开铺掉了。对呀、啊。开违规啊？看不到了。可以。停车场。哎，就两台，你也爽。3台你嘛爽。可以转，右转，先右转再回转，先右转进去呀、啊。可以转吗？再转，进去再出来啊。哦。进去那边再转。左转，然后右转。对呀、啊，刚好出去呀、啊，该出去我们刚才那里呀、啊，应该是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骑脚踏车。右转龟兽古街。对。加这条。对，应该是行。对，这样稍微就是说比较这样比较没有车啊，比较快啊。这条路来路继续直走啦，直走，直走啦。把车要换车，闪一下，闪再闪。我们就可以出去呀、啊，我们出去当然就可以呀、啊。右转进来不行，这边就可以。对呀、啊，出去当然可以啊。要拍吗？现在。可以了，出去了，不用拍了。我这已经拍了，一直在拍了、啊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出去。对呀、啊，出去当然可以啊。哦，不能进来。对呀、啊，刚好自然绕一下，对吧？没对呀、啊，算对。请在前方红绿灯左转兴隆街。对呀、啊，刚好、啊。